对，这样都对吗？对。爸爸一点都不喜欢你。快快也不喜欢爸爸。啊？这个行为非常不好，爸爸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。就我一个人，他的目标太伟大了，我觉得我帮他分解不了。爸爸，嘿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要觉得这个小狗狗你根本养不了，那明天妈妈就给他送走了。不要抛弃他，不要抛弃他，因为他可能跟你预想的不一样。留下。我觉得希望他真的要考虑好，不是说我想要就要，我想扔就扔。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生这么棒的宝贝，我未来即使再接到多好的戏，我可能都会有遗憾。特凡，妈妈问你，你今天打了小朋友，为什么不愿意跟人家说对不起？我说对不啊，对不啊。其实孩子对于打闹的理解是跟我们大人不一样的，就行为是不对。我们慢慢一定要告诉他，我们再耐心一点吧，再给孩子一些时间。老妈，老妈，老爸不在，只有老妈。我辛苦了，真的，我辛苦了，真的。我以后不闹了。我只要我的家完整。就这么简单。我以后不闹了。钟雨轩，我在哪儿？我带弟弟啊。红色小象妈妈是超人，超人妈妈爱无添加。欢迎收看由母婴个人护理品牌红色小象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妈妈是超人》，每周五中午12:12，芒果 TV 全球独播。感谢指定合作伙伴补钙专家美国迪巧，指定合作伙伴好孩子超小口袋车成就超人妈妈。合作伙伴达达 ABC 青少儿在线外教英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就是那种人，再苦再累，他自己都把他那个撑下去。就是有钱，你还也得主动一点的。哇！你看我这是什么？你看我这是什么？哇！哎呀，哎呀，你高兴吗？你好烦着你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姥姥会来，一开门，小朋友们本来是很欢呼，连裤子都没穿，咔，一家反了，全部都傻了。大儿子、小儿子都会说一句贵州话，就是“老子就偏偏来了”。对，姥姥的风格就如此。对，你这个房子，师傅啊，太大，倒是有点大，但是有点乱呢。是我们玩的，还乱啊！我昨天都收拾了耶。
我昨天都收拾了耶。有一种啊救星驾到的感觉。哇哈哈，说大我还哇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可能装不下你们家东西哦。我给他们弄点吃的，然后我要出门了。怎么了怎么了？爸爸我的两个气球。来姥姥跟你说。怎么了怎么了？妈妈，这怎么回事的呀？你去找姥姥，姥姥帮你去。姥姥什么都会。妈妈，喊姥姥吧。姥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个水。那水在哪里哦？你们家水我都搞不清楚在哪里。我还没进入状态耶。来，尽快进入状态，早日欢迎你早日回归工作岗位。水在哪里？这里啊，这个水啊。嗯。又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昨天就是这样过的，你知道吧，妈妈。所以妈妈可以来帮我分担很多，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你们在家里要听姥姥话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嗯，亲一下。哎呀，亲什么亲啊？吃东西走，走。亲一下。嗯啊，走吧哈，妈妈你辛苦了哈。再喝点牛奶，我觉得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直接用不用奶嘴，直接用这个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宝贝儿？点头 yes 摇头 no， 点头 yes 摇头 no， 可以吗？为什么？我把那个挂在这里哈，到时候谁不听话就随便打片面，谁不听话就随便打片面。别在这里。周明轩，真是不是让我发脾气啊？我让你好好带弟弟啊。两个为什么不可以？谁不听话就随便打片面，打不打你嘴笑，随便打片面，随便打片面，这打不得你，你都
这么会打你。啊！我告诉你，叫连带弟弟。啊！你要听话嘛，你是哥哥，你哥哥是怎么哥哥当哥哥的？你玩两个，哥哥玩两个，不可以再争了，听着。好了，打中了。就来游戏机了，我给你装一下。好看，你打他只能说是吓唬吓唬他，打他身上你随便拍一下，他也感觉到疼，是吧？当你打了他以后，他说：“哦，上次我把这个事儿做了以后被打了。”Hello，妈妈，你今天放假舒服了吗？怎么样？他们俩在家乖吗？抱乖，抱乖，抱乖啊！有点不太可能吧？姥姥，起床了吗？你们两个今天在家乖不乖呀？啊？有没有打架呀？打架是避免不了的。打架啊？打架没有？两个有没有抢东西啊？他爸起来了，他宝宝吗？周明浩打扫房间10块钱，快点把玩具收好。把房间规整一下。累吗？累什么？睡了一下午，起来运动一下。去帮忙，周明浩。对了。我来放都可以，你们两个互相帮助，妈妈很高兴。买一点玉米油和牛奶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？哥哥打我。这是谁衣服？来穿好。我的衣服。来穿好。你的衣服呢？穿好吗？穿好。谁打的？谁先动手？刚刚好先动手。为什么动手？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出去玩了。哎，对，出去玩了。过来。他们两个不听话，进到这个黑房间里。过来，周明轩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一会儿我让你在里面待的时间更长。喝好了再跟我走出来。你怎么那么凶？咋？凶，天天都在打架。跟我进去，你俩好好反省一下。端出来，赶紧的。我怕你。怕我？怕我做什么？你俩打架的时候怎么不说呢？我怕你。你站这里，来看着妈妈站着，看好。两个人先谈一谈，以后还要不要打架？直到你们说不打了，牵着手出来，给敲门。妈妈，我们不打架了。好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就放你们出来，站好位置。我要听到没有人在哭，你牵着哥哥的手，两个人好好的，我才让你们出来，否则不能出来。我们不好了。我一定要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，
我们同时责难对方，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天天他在里面哇哇哇的哭，我也很难受。而我用我说教的方法，或者说我让他们去那个 love room， 可能觉得说当下好像没什么效果啊，但我相信长远一定是有效果。团结，我们互爱，我们一定可以走向更好。你抱哥哥，你就可以出来。你给他，让他别哭了。要不要爱好好爱哥哥？哥哥要不要好好爱弟弟？要。还要不要打架？要。弟弟还要不要打哥哥？啊？好了没有？两个人要好好的爱彼此，不然两个都要进去，听到没有？对了，妈妈就是希望你们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了，好痛呀，好痛呀！哪里痛？妈妈，走吧。那还要打架过以后，你呢？还要不要打哥哥？不要。说好了？说好了吗？因为你们一打架，我就会很心痛，对不对？来，把这个门关上。这个地方是适合不爱团结的人、爱打人的人才来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要是打不了你，应该还是要打。觉得小孩，你要不打他，就是他不会记住这个事儿是错还是对。在我的那个教育观念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你站这里，直到你们说不打了。我的教育方式，我一定是说道理，一定去你们两个自己解决。我肯定是首先第一是不同意打孩子，但是因为我是做儿女的，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特别强势或特别强硬，因为我觉得这老人家可能他也会接受不了。来叫我妈妈，你打我，妈妈打我，妈妈打你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听？叫妈you
妈妈。嗯、啊。我觉得你，比如说像他刚才那种，你给他说道理嘛，你可以给他讲噻，你去找他才不行。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家法，你就害怕我改正，你不是真的改正，你是害怕这个家法。他就猜到，他就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的时间又搞不赢了，你还给他说道理？等你那个道理说完了，你还做事嘛？他不晓得，他不是那个回事。他老，你说起他认识，你说起他认识，一点都不晓得。那你自己来吧，你别，你要教我，你就别管，打不打是我的事儿。他怕这，他就怕你。他怕我没懂呢。现在不怕你了，以后跟你还亲不亲了？没有跟他在一起了，他还养得亲。他又不懂噻，你该多讲。跟你讲个半天，你都不明白，还不要说他。Round two。因为他又明白为啷个噻？要教育噻，你慢慢的讲噻，讲道理给他听噻。跟你讲个半天，你都不明白。那我就是从小打到大的。你有意见了噻？你不认我噻？哦，要道理噻哈？你是不认我嘞？你恨我一辈子。他还人生的来路还长得很，他不晓得，他不是那个回事。你说起他认识，你说起他认识，一点都不晓得是吧？他一定不晓得，小孩他不说，他不晓得。所以说，你们就要打噻。KO。周明轩。嗯，你想被打呀、啊？我说你去把扔掉啊！他当时吓呀啊！我说对你扔，好吧好吧，他可高兴了，心里乐开花。哎，等一下，别打，我看到了啥？下课了，嘣！下课了，嘣！下课了，一起点心。下课了，再见，再见。不下课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周明轩，周明轩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那个沙发怎么会在垃圾桶呢？妈妈说丢掉。妈妈说丢掉。妈妈什么时候说丢掉的？刚刚。啊？刚刚。什么？哎。啊、这个都给我拿来这里来了，这个随时这样的。
有你在我这个东西不起作用的了。你就要觉得要找一种方法，就是我再不做不起作用。打住！你在这里，你别跟我说这些，我也不听，我也不管。你也不听，你也不管，你的方法不起用。哎，你的方法起作用，我的方法起作用啊！同意啊，目的是经常，经常性的就说。在一起，反正就是为一点小事，有时候就会闹。但是好的好的呀，两个有什么都会说出来，就不会阴在心里。你小时候被打吗？妈妈，一样被打，我们就这样教育的。你被谁打？外公啊，外婆。我觉得他那个教育方法有用，但是只能一会儿。所以说现在还是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嘛。不要那么哀怨的眼神，因为你知道我要出门了。走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乖乖哦。哎，等等等，你没病吗？嗯，没病。哎，等等等，你没病吗？嗯，没病，没病。哎，等等等，你没病吗？没病吗？他有怎么样吗？踩到他，对不对？走，你屁股，你踩到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还好吗？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没事，马上马上，我们马上到。哦，等一下哦，乖乖乖乖。哦，呀，你的好朋友们呢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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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no！ 没有，你等一下要乖乖哦哈，我在，等一下洗完澡之后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看你这边好多好朋友哦，你的狗朋友哎。那我带回来哦，好好，拜拜，麻烦你了，老板，谢谢，拜拜，待会见哦。你不要念念哦。小屁屁有点红红，好嘞，你转过去吧，啪啪啪，自己翻身，快点，小懒猪不能发懒，快点，那你在这边啪啪啪，快点，加油，快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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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老爷，还是我帮忙，还是我帮忙。下水了，游泳这件事情，我也是在影片看过，就有妈妈让他们在水里游了一大段再拉起来，那些宝宝的脸其实很喜悦的，我们都觉得很惊讶，今天可以跟他一起游泳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。如果说我们要带他做潜水之前，我们会要给他一个潜水的口令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但妈妈还是会有点紧张，没关系。布布 ，Ready Go！ 你在看哪里？Go！ Well done！ Well done！ 哦，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妈妈。那个老师都叫我不要那么紧张，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他一起游泳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太紧绷，我有点紧张。布布 ，Ready。Good job.
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姑姑你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姑姑第一次这样子，我因为我有潜到水里面看他嘛，我就看他在水里面，他是有点愣，吓到了，然后起来就有点想哭，但好像又还好，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两次三次他一定会更进步。哦，妈咪是妈咪呀，阿姑阿姑阿姑姑，小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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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，My sunshine, my little sunshine,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, you make me happy. Hi, when skies are clear, 我注意到了。大家不用急，看妈妈很想喝，知道吗？我喜欢喝。姐姐吃点什么呢？等姐姐醒了，又是一场恶仗啊！我们每个人都是超人，无限的潜力。能让你感冒了？啊！医院带两个孩子，很累很累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再这样照顾，又没有经验，所以我就把奶奶请回来了。妈，我好难受啊！有点拉肚子，然后有点想吐。宝贝，你睡醒啦！我不要吧。妈，你在这儿躺一会儿好吗？妈妈去喝一口粥，妈妈胃很难受。哦，不能走啊！马上就过来，妈妈端着粥过来陪你。妈妈怕这东西脏，妈妈怕这东西脏。妈妈上去给你拿件衣服好吗？我妈妈觉得你不暖。啊！没搞到，快快，露娜，弟弟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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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没事没事，姐姐是跟你玩，姐姐是跟你玩，不害怕啊。弟弟没事，在家里确实有的时候很难，他在这个环境里，他特别的肆无忌惮。啊！因为全都是那么熟悉的人，全都是他知道他怎么哭、怎么闹、怎么得罪都不会失去的人。快快快快，妈妈跟你说个事儿，一会儿妈妈带你去一个。新的游乐场怎么样？今天妈妈带你出去玩，让奶奶在家看洋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快快，快快，快快，你跟妈妈说说话好吗？能看到妈妈吗？嗯，你情绪不高啊？你是情绪不高呢，还是超级淡定啊？不理妈妈。嘿嘿，母亲节也来了，板子掉了。那我先把它抱进去，太冷了。好多的礼物给你呢，看见了吗？我们找找他。
Everybody say hello. Hello. Good morning. 那我们来，这是我们的快快小朋友，这是你的妹妹。这次上幼儿园用了一些小手段，一直在家里可能很容易就会没规矩，所以。喂，你好，是那个米娅老师吗？我是快快的妈妈啊。我们要到你们幼儿园来上幼儿园。他看到我，看到我就好。哎，走走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哦。嗯，那我们在这儿，来，你俩来抱着我，抱着你好吗？我们在参观到好吗？哇，你想要出去是吗？对，是吗？对。那我们出去一会儿，带个气球回来好不好？我拿一个气球好吗？好的。我不要拿气球。你看看气球在哪儿？等会儿啊。哎呀，太热了，米娅太热了，我得需要看看这里的，我得需要整理一下我的教具，看看我的玩具都乱了。快快特别能忍，他心里。你看他今天心事重重，他我觉得他知道了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为什么就是谁 ？No， 他去哪了？他要回家，你要不带他回家？嗯，你带他回家好吗？我带他回家呀。嗯，我带他回家。你热不热？要不要把帽子摘了？帽子摘了好吗？来，你那萌气气。我想走。你想去哪里？走出去。出去啊？外面有好多好多的人呢。我们要出去吗？对呀。嗯。你看大家都在这里，一会儿要和你一起做游戏。第一次上幼儿园，我还是挺不放心的。我发现起初是孩子离不开你，到了最后你变成哎，孩子进去了。突然妈觉得特失落，我觉得好像是大人离不开孩子了似的。还行，因为快快好像挺喜欢这个米娅老师的，所以好像还行。我找个地方去喝一杯吧。我得把我的手机时刻准备好，万一老师给我打电话。我觉得我已经超正常体力发挥了。我能吃睡着了在这儿。你们这节目怎么把人拍那么累呀、啊？累死了！哎，把我拍得这么累，不会人家一看到我的部分就想跳台吧？我太苦了，你们把人搞崩溃了。这几天结束以后，我想好好带着快快和我老公一起找一个风和日丽、艳阳高照、像夏天一样可以穿裙子的地方，好好晒晒太阳。OK， 小蚂蚁们，请你们穿好鞋子，找米娅，我们要吃午饭啦！小蚂蚁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去拿餐吧，和姐姐一起拿餐吧。Say thank you. 我当然我了，他给我教我拿到的，拿到的。
他在干嘛呢？他在玩这个游戏啊，这个小兔子的游戏啊。我也玩这个游戏。那你去玩吧，去吧。你在背了？小枕头呢？枕头在哪呢？在这里，来放这里。OK， 现在我要脱衣服睡觉了。我不要可以。那你在这待会儿可以吗？是。好。抱你一下，你自己，咱俩一起来，一起，一起，在一起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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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好好睡觉，宝贝们，午安。从前，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是一个很漂亮、很快乐的姑娘。来了，他们会把他们吵醒的。我找妈妈。妈妈，我是你的保护神。我在外面，在外面。啊，走，来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喂，哎，快快妈妈，我是米娅。哎，米娅老师，嗯，我那天在咖啡店等，本来也是坐如针毡的，就没有踏实下来。然后老师打电话，突然听到快快在那哭，我觉得我就应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，因为他需要我。你玩上了啊？啊！你刚才妈妈妈妈妈妈心急如焚的跑过来，你玩上啊？我觉得我就应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，因为他需要我了，因为他需要我了。好，画个小鱼，画个小鱼，快来这儿好玩吗？嗯。这好玩吗，宝贝？乖乖，咱们回家还是在这儿睡觉？他就不怎么跟我说话，要强吗？你今天是跟妈妈有点不高兴吗？嗯，有吗？他不说话，他不想回答，他在逃避这些问题。我能感受到一点，不怎么情愿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Thank you.
当我开车离开幼儿园的时候，我突然才离开了几分钟，我突然觉得我好想他呀。后来你觉得其实孩子有可能在那玩得很开心。拜拜拜拜思琪，拜拜。哦，好多人接孩子。你好，快快怎么样？快快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吐到垃圾桶里去。妈妈来接了。妈妈来接你了。妈妈来接你了。妈妈。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有一种超人的精神，有一种想独立能够顽强能够勇敢的话，必须得妈妈得做好，必须妈妈得先做出一个超人的样子来。红豆豆来我们家之后，顶顶其实他是就是对红豆的态度上其实是有些改变的。没事了啊，小狗，我给你擦，别害怕啊，没事了啊。他从一开始那么喜欢小狗，到了小狗来到我们家之后，他发现小狗是个小麻烦。这个小狗老不进家睡觉，太骚了。我保证再也不想让他住这个房子。而且小狗怎么会是这样？所以说我今天带他去狗狗训练基地啊，首先呢要培养出来孩子对狗狗的兴趣，就是希望让他看到狗狗有很乖的一面。丁丁啊，嗯，你今天去那个小狗训练基地你都想了解什么呀？狗狗是怎么尿尿的？怎么可以控制它学会自己拉粑粑自己尿尿，对不对？阿宝，你家那个狗狗就是每次就带它出去才尿尿才拉粑粑吧？对啊，要不就是尿在我奶奶屋啊，就那整个便所就是归狗的，是吧？嗯，听说好像有朋友就是把狗送到那个基地去训练之后，就狗就特别听话。哎，你好啊，你好，我是我学生丁丁，叫叔叔好。叔叔好。你好。哎呀。我们这现在都七岁了，你抱我幼不幼稚啊？哦，幼稚啊，我抱你幼稚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么大呀，这鸡毛好大呀，妈妈。这个大，咱们长得像四个。丁丁，来，你家养的什么狗啊？金毛。金毛狗啊，太棒了，叔叔也有。好，这样吧。叔叔拿几只小漂亮狗狗，你看看，你和他们玩一玩好吗？走，来，来，坐，坐，走。坐等，等。哇哦，来，酷啊！来，这，这，靠，来，来，好，好。别拆狗狗粑粑了。趴下。下。待会儿。走。待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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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姐，过来。来，坐。你再看看顶顶哈，他非常听话。我再弄只小狗，你看看好不好？小狗眼马进爪，呀呀呀呀呀！走吧，顶顶，你看站好，站好。他做对了，我给他奖励。
站好。咯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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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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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儿子，顶顶，你这样会把小狗吓坏的。这狗还这么听话啊！啊，对。我想跟白毛女玩，白毛女过来，白毛女。顶顶，我告诉你，来过来，你记住，顶顶，小狗狗呢，它也是有生命的。既然你养了你家的小狗狗，你就应该去爱它、关心它、去负责任。这样的话呢，逐步逐步长大了之后呢，它就喜欢，它就更加喜欢顶顶了。好不好，丁丁？那个就是让他教他上厕所怎么办？在卫生间里呢，放一张狗狗专用的一张纸，沾点他的遗留物。那狗狗瘪了去了，哎，瘪了他就过去了，他就闻到了自己的气味。一拉尿完之后呢，好，过来之后就给他奖励。狗狗有个联想，主人的表情和语气就反映出一种高兴来。妈妈你，拉尿。真的要让他在那个笼子里大小便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不好的，这是一个关键，说明这训狗是这样。好舒服。哎，被咬到你，顶顶。他不会咬。他怕你送。顶顶，顶顶，顶顶，你过来听一下叔叔怎么说，这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好吗？这个顶顶也是你的事儿。既然咱们去养了狗狗了，咱们要去关心它，去爱护它，要有一种责任心。所以呢，要有责任心怎么做呢？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要对狗狗呢。有些常识的东西要懂得，你比如说我想来训练狗狗了，要谈到这个问题了，你家里它非常听话的训练狗狗了，实际上就这么大东西就可以了，一个习惯，一种联想，只要主人叫我过来，我就有吃的，那么以后之后就叫互来训练。就是一会儿还有那个训练吗？有啊，一会儿你再和小狗去玩一玩吧，好不好，丁丁？丁丁，你听到了吗？顶顶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你要这样别养狗了，你真的别养了，我大老远把你带过来是干什么的？这样吧，你们和小孩和小狗狗一块玩玩，一定要对狗狗负责任哈。你看你刚才，你现在这种态度一点都不像要对狗狗负责任的态度。你这种态度像是要对狗负责任的态度吗？来，转过来。妈妈今天让你来干什么的？学习怎么照顾小狗。你别那么不专心啊！妈妈有那么多问题要问那个叔叔，那这狗是我的还是你的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些问题应该是你问才对啊。那好，那妈妈已经帮你问了，你还不去好好听？什么？这个事情比较无聊，他没有兴趣，就把这些事情当耳旁风了。你今天是不是很不耐烦听妈妈给你讲这些东西？不是。你有没有责任啊？对他？我不理你了啊！我不理你了啊！你自己待在这儿吧，不理你了。其实我出去的时候呢，我潜意识里面是希望他能当真，跟他讲什么他都当耳边风，还打哈欠，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应该他应该负责任的事儿。看看他在干嘛呢？看看他在屋里会不会掉眼泪，会不会怎么样难过，然后再走过去看他，看他好像也没什么反应。想清楚道理了没有？妈妈刚才也想了一下，顶顶，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啊。要是说真的是没有这个决心照顾好红豆豆，而且对这个狗漠不关心的话，红豆豆我就把它送走了，就把它送走了。
红豆豆。哎，别了，我没有，我吓唬他。我来把他拖过来。没事，没事，慢慢教他吧。他，坐住，坐住，你都坐住。顶顶在干什么呢？在那玩呢。哦，趴。哎，他。顶顶，顶顶，你不要训练小狗吗？顶顶。坐，坐好才。好。先让他看不见。坐。红豆豆，你跟我来，你别，红豆豆，红豆豆，我来，你看，你看，红豆豆，你别走，跳跳跳，对对对，这样弄，这样，把它这个，我们出去，这狗太难训了，咱们去外面玩。我去打小兵，你打飞机。坐，坐，红豆豆，不要这样，坐下。哇哇哇哇！别咬，坐，坐，坐下。没子弹了，真没了。我现在是趴下是要上弹。丁丁，给那个红豆豆喂食了，你要不要去喂？你要不喂我就喂了，你喂吧，我现在拿着金高达。丁丁，等着啊，你过来。你可以顽皮，但是该你做的事情必须要做。哎，丁丁，丁丁，红豆豆是妈妈从来是给它放在哪儿喂的？对呀、啊。丁丁，你站在这儿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玩玩具？你把这个地打扫完了再玩。不是你打扫吗？我打扫是应该我打扫，你打扫是应该你打扫。昨天我帮过你吗？你帮过我吗？我怎么没帮你啊？那好吧。你是特别不情愿觉得做这些事儿？我觉得那样太累了。那太累了，那不养狗呗。我还喜欢逛街，我还喜欢出去跟朋友喝咖啡啊，我还喜欢看电影，我还喜欢在家里谁也别管我，我听音乐，我喜欢事多了。但我还有这么多事儿得管你呢，你没见到我天天都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啊？想说对不起是吧？他张嘴，我觉得他要说什么，他要说对不起，让我呢觉得这件事情，看我都认错了，我都说对不起了，那你肯定也不能说我什么了，反正我再怎么样也没事儿，反正先把你给他糊弄过去了。就当他习惯这种跟我的接触模式之后，我发现问题的出现了。跟他说小狗的事儿，那他现在他还是不打扫卫生。不打卫生把狗送走，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再跟他重复一次，对啊，然后就真把小狗给拿走送走，就送走是吧？就送走，说到做到。我先看看吧，他要万一表现好了就不用这样了。他要是这几天还是不太管小狗或者不太情愿的话，我就给他送走。真的就得送走，就像他对于他现在的学习就是这样的，每天的作业是多少，做完了那你就可以玩了，做不到就别玩，哪里都不可以去，就那么简单，你不能老心软。我妈妈经常跟我讲说我管孩子不好，我管孩子不严，我其实在心里是不承认的，我觉得我管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了一些事情，我可不要。干什么呀你？不是你打扫吗？或许严格一点，我觉得不会出错吧。
嗯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咱就别养狗了。不要妈妈。咱别养了。嗯。你说过，然后说要给小狗狗做一些事情，都做些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情都没做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首先承认态度很端正，这个是，啊，这让我没法说你了啊，是吧？不知道改不改呀？不知道能改吧，妈。你相信我最后一次，我下次证明给你看。怎么证明？要不妈妈把你这些规矩再写出来，贴在墙上。你想好了啊？你可认真想好了。跟红豆豆一起玩。这个是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，好。嗯，关心红豆豆，不伤害红豆豆，这是我刚才犯的错误。那你能想到这真的非常好。帮红豆豆泡个凉。每天几次呀？三次。好，你真能做到吗？真的。超人妈妈爱无添加，欢迎收看由母婴个人护理品牌红色小象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妈妈是超人》，每周五中午12:12，芒果 TV 全球独播。感谢指定合作伙伴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从养红豆的这件事情上发现，顶顶根本不在意跟我的约定。顶顶，给那个红豆豆喂食了，你要不要去喂？你喂吧，我现在忙着拼高达。你把这个地打扫完了再玩。不是你打扫吗？无论我怎样跟他强调，重复讲道理，他都依然对待狗狗的事情漫不经心。你有没有责任啊，对他？我认识到顶顶的问题已经有点严重了，我也该重视。快快，今天妈妈带你去了一个幼儿园，可能很多东西都很新鲜，于是你还玩得挺嗨哈。你还能自己打菜吃，自己擦桌子，这是妈妈之前没想到的。在家里这些好习惯都太难养成。抱歉，我今天关了你们去 Love Room。 站好位置。你们进去关上门的那一刹那，妈妈心里很难受，如同自己也受到了处罚。你牵着哥哥的手，两个人好好的，我才让你们出来，否则不能出来。我要求你们牵着对方的手才能走出来，因为我让你们明白，只有爱、互助、关怀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和困难。好了没有？两个人要好好的爱彼此，听到没有？今天我跟布布一起体验游泳的乐趣了。 Ready Go。 他第一次潜入水中，感受在水中的模样，真的好不一样。不过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第一次体验，妈咪一定会陪着你继续探索发掘这个世界的美妙之处。要不妈妈把你这些规矩再写出来贴在墙上。你想好了啊？你可认真想好了。如果不能培养他好的习惯和他的责任心，我又能怎么样实现我对他未来的期许？磕磕碰碰，妈妈会永远陪伴你们。你们走出 Love Room 的时候，第一个拥抱了我，我的眼泪没忍住，因为你们的爱感染了我，也感动了我。
如同我现在拼命地记下这些时刻，想要把今天延长，可毕竟你已经12点早过去了。爱你们，晚安。看完妈妈是超人，还可以关注芒果 TV 每周六至周二中午12:12慢直播超人妈妈带娃记，海量温馨时光等你来享受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头低点点，还想跟我一起拍照，你 pose 吧。啊，好。什么叫做流行音乐？行啊，还好，这不棒。妈妈超人将继续努力，爱你们，晚安。